哇，個腦做乜咁錯檔啊？我哋試餐嘅，試餐同埋時間發生嘅事，我啱啱先到，唔知發生緊咩事。哦，而家比賽緊，已經開始了。比賽開始咗嘅。係啊，咁而家就佢哋按翻大會指定嘅嗰個畫面啦，咁啊影翻一個出嚟嘅，咁睇下佢哋有幾成像真咯。等我哋了解一下先。啊，搶咗一個盤。點解嗰個冇自己前面冇 mon？ 佢個舊嘅，咁合博嚟公司，唔係我哋公司添，啲事唔正嘅。哇！講啲乜嘢？淨係鏡頭都覺得 OK 嘅，係啊係，頭先影到都有。有冇多張個咩粉絲？看到個 reference 同我而家睇到出邊個景，好似有啲出入。暫時而家去到一半程左右，你已經有啲眼見，但係明顯有一啲嘢係做錯咗。基本上，好遠方佢都完全接住排嘅，跟住話咁佢基本係一樣嘢，即係要跟住做一樣嘢出嚟。呢個想法。我中意知道自己有相機喺手，可以直接影嘅。咁係有進步啊！喺個 shoot 裏面已經。想問下，而家你俾佢哋即係影完之後，有冇其他嘅感覺或者唔同咗？我覺得都仲係好放鬆咯，同我講話啊，做得好好啊，咁即係不停咁樣有俾鼓勵。同我評判看到的東西少少不同，因為其中一個評判覺得你看下去好像個人不是話很放鬆。他們中間可能調整的時候就是有些時間的。你等第二組應該再問。好啊，我們現在就去訪問一下傑佬和阿 Joe。 我見他們開始很怕醜，也都很害怕。是有些的，因為大家嗰、那個我未有對張啊，未有共識啊，對張相未見到 model 或者未見到題目之前，但當試咗一二張嘅時候，咦，我覺得嘅嘢同佢嗰個原來都爭幾遠，都有少少覺得係太早見到 model， 因為我哋個 lighting 嘅心機少，我哋仲喺一個 try by early 嘅階就叫咗佢嚟。個 reference 咧，即係你會見到咧，我哋對於呢邊要有幾爆，或者呢邊其實係有幾，即係個 contrast 有幾大，我哋係未 come 到嘅。係啊，因為我就覺得其實呢張相咧就 reference 啫，下邊嘅 reference。咁佢會少少覺得，因為個 lights 咧由呢邊過嚟，咁佢會覺得個 lights 都應該要由呢邊過嚟，我就覺得 reference 嘅啫，唔係100% 要照呢、這個。好啦，差唔多啦，我哋交翻场俾下一组啦。咦，第二组 ，William 同 LC， 而家就俾问题你哋，五分钟之后开始拍摄。你有边支镜头？我51-85我觉得佢呢个系50嚟。我哋未去到85，但系我哋试咗50同埋80。我觉得都系佢系正面，有少少 soft， 但系佢侧边两边咧应该有黑旗啦。佢只眼，佢系两盏喎。你見唔見到啊？應該下面仲有個發光單。我研究緊個光線係點樣做咯。咁啊，睇下 model 隻眼嗰啲反光位係點樣樣，就估到有兩眼釘上面，即有啲帶反光板下面咯。同埋你見到 model 塊面呢度輕輕係比較暗少少嘅個 contrast， 咁就可能呢度我哋會落翻兩支黑旗去打翻少少個 shadow。聽佢哋頭先嘅講法咧，好似有聽書。講到似陳陳咁，時間管理大師，咁樣好啲。你哋發生咩事啊？咩卡路士？我拉過去。咁而家啱啱你俾第二組去拍攝完啦，咁啊講一講你大概覺得第二組同埋第一組嗰個分別。佢哋都好 supportive 咯，咁我覺得好好嘅位係因為嗰張相要單眼嘅，同埋長期個嘴又要放鬆咁樣啦，咁其實有啲難同時做，做唔到唔緊要，我哋再試咁樣。
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正面。如果你講話深入了解嘅話，我覺得第一組係會好啲，因為佢哋會同我傾下究竟佢哋想要啲咩感覺啊。但係我覺得即係喺支持同鼓勵方面，就即係第二組會比較 caring 少少咯，係。好啦，而家最後一組阿木 yoga。係。而家開始計五分鐘，你哋五分鐘就睇呢個 brief， 要硬啲啦，但又好呢、這個側邊好柔，邊個先 ？model 嘅右邊，係啦 ，model 右邊，係係，依依個，係啦，冇錯。邊個咧？而呢張係，係的而且確係難度係十分嘅呢張係，咁但係如果佢哋冇好仔細咁睇清楚嗰、那個。那個 reference 去做咧就應該可能做到，咁但係當然開頭我都唔預佢會即係做到呢個效果啦。咁如果但係佢做到即係六七成或七八成，都當 OK 嘅，基本上高技巧嚟啲。最光佢最問一個字變，所以佢係一條有字變嘅光射翻喺個人嗰度。辛苦你又飲成晚，多謝你捕捉咗最美妙嘅精華。你多謝我是不會幫到你的比賽，不需要啊，我們是心存感謝去感謝你，資助你鏡頭後的友情，有很有信心喎，估不到他留意這個執相的地方，想著他裝一裝一下，再給一些貼士他，不過我親自又給 Amy 和 Felix 打算炸了，今次是最快算是搞定，是啊，他們寫了一遍最清楚自己要什麼的，你都很快就知道啊怎樣做到。好，快去到執相呢個階段嘅一組，所以我過嚟騷擾下你哋先。你頭先你哋見到張 reference 之後，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覺得有啲咩困難，同埋你哋點樣去克服佢？第一樣嘢，我點樣做個高對比度嘅相出咧？係最難係點樣做到依邊 sharp 之餘咧，但係又唔會太過左邊咧。就有埋光，點解你哋有啲疑惑，但你哋又好快就相對上就完成咗，而家去執相。冇啊，即係其實主要都係縮窄個範圍啦，試咗幾次咁就覺得係差唔多係接近我哋咁樣嘅 set 呢個燈嘅想法啦，係啦。咁同埋我哋 set 燈嘅時候，我哋都有望到佢嘅眼神光嗰位，其實係有一點嘅。咁我哋盡量 set 到，佢都係應該係一支燈嚟嘅，咁就去到啱嘅差唔多角度方向。咁樣去做咯。多謝你今日嘅貢獻。多謝你啊，辛苦曬大家。